今天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无人机翼龙十将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要直面海洋变化多端的天气，来揭开海洋气象的神秘面纱。那么现在啊，工作人员正在对翼龙十进行飞行前最后的准备工作，确保真正在飞行的时候翼龙十能处在一个最佳的状态。那么这架翼龙十啊，其实是专门为了执行这一次气象探测任务而进行优化的，机身里面呢就搭载着毫米波云雷达还有掩星海反系统，来对海洋气象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探测。可以说啊，这架翼龙十就是为了这次任务而生的。翼龙十这个时候已经自主驶上了跑道，就以极快的速度滑行，现场听翼龙十的轰鸣声还是非常震撼的，我能从它的轰鸣声中感受到它强劲的动力，转眼间就已经冲上了蓝天。